各位朋友大家好，各位新闻界朋友大家好。普通话讲得太多了，今天来讲是不是，我希望我的普通话是真是很普通的，所以大家听了都不会明白，那么我用英文台又同样广东话讲好不好。好，谢谢姐姐。Good morning, ladies and gentlemen. Welcome to join the press conference of CCL 2023. It's really a pleasure. We are going to introduce six award recipients of this year 2023 recipients. 各位朋友，洪峰傳奇的成功不是单凭一个人、一个天，其实是全部的。Alessandra讲得很好，洪峰傳奇是属于整个社区的。冇社區嘅話，我哋係冇辦法揾到實至名歸嘅得獎人。同一樣，洪峰傳奇嘅過程嚟講，喺選拔嘅過程、籌辦過程嚟講，通常每一年咧要有九個月嘅時間。喺第一個月，我哋要諗下今年嗰個主題。咁今年就係堅毅、造福、替傳奇。因為過去21年咧，有好多唔同嘅主題，所以你如果要記得曬咧，係都幾困難一下嘅。咁大家都可以知道啦，當一個人年紀大咧，要記嘢亦都係好困難下嘅，因為一個腦實在太多嘢喺入邊啦。OK， 係喺過程入邊嚟講咧，跟住我哋就要開始最難嘅一 part， 就係推揾或者話提名實至名歸嘅人士。Steven 講得好好，依一個 part 入邊嚟講咧。是我亦都係最困難之處。社區上有好多好多嘅人，有好多好多唔同嘅會長領袖，但係我哋要揾嘅係咩咧？佢哋有佢自己一個人嘅生活入邊，或者個人嘅事業奮鬥，有個成功。同一樣，佢能夠將自己嘅多餘嘅時間，即其實唔係多餘嘅，係將自己嘅時間貢獻翻俾我哋社區。依、這個反而係我哋最重要嘅一部分。所以喺今日我哋大家見到嗰六位得獎人嚟講咧，佢同一樣包含咗依兩個元素。咁跟住當然連得啦，籌本書啦。依本書嘅作用嚟講，唔係單係嗰本書嘅記錄，我哋希望係一個傳承，等每一個將來後來者都能夠睇到。過往洪峰傳奇乜？哇！加拿大華人又有咁多有精彩嘅故事喺度。咁然後當然咧，就當晚嘅晚宴，我哋嗰晚就表揚嗰六位得獎人啦。咁相信嗰晚嚟講咧，過去21年嚟講咧，我哋晚嗰度都係覺得係一個 memorable night。今年嘅六位得獎人咧，其實咧包含咗咧，我哋有嚟自香港嘅，嚟自中國大陸嘅，亦都有嚟自台灣嘅。亦都嚟自咩嘅咧？係移民嘅第三代。Steven 頭先提及一個好好，今年嚟講100年嘅華人個法案。但係咧，其實我哋其中一位得獎者咧，佢祖父登陸 Victoria BC 嗰陣時候，佢真係要俾人頭税。當佢知道佢自己得咗獎之後，佢寫咗一個好 touching 嘅 email 俾個 selection committee， 佢就話：今日係我唔記得第幾日啦，今日係第幾日佢嚟到加拿大係。他祖父要給人頭稅的時候，他們那種的淒慘，而今天華人有這個這樣的在個社區上得到各方面的尊重的話，其實是先輩裡面來說的奮鬥。我希望大家來說可以繼往開來，將我們的精神華人加拿大華人精神傳承下去。洪峰傳奇不單止只是一個，還是多倫多，還有 Glencore， 不是只是多倫多，還是安省，我們 across the Canada， 我們有 BC 的 recipient， 我們有 Alberta， 有 Quebec， 有 Manitoba， 甚至遠在香港的，我們在回歸了香港，但是在香港工作，但是都是 Chinese Canadian， 繼續貢獻給我們的世界，所以他們也能夠當選到的。 OK， 我們將文化就是 case， OK， finish， everybody finish， everybody finish， OK， good， OK。